OK， 不慢，让我看看你的厉害。啊！大笨逼！今天我是被刚一个臭逼子把别人家的逼塞住嘴角，逼子一定能适合我玩，我但是被他逼在。靠！不要再玩传说对决了啦！你闭嘴好不好？你想害死我？我现在正在打竞赛耶！你这莫名其妙，你是没玩过手游吗？爸比，让你来比赛啦，干不厉害？好啊！拜谢了，爸比，我知道你我要盖城堡了，你是你生臭臭泥哟、哦！你把城堡盖得非常的啊！哎，爸比啊，你真的是我心中第一女神哎，城堡盖得非常漂亮。哎，芭比，你有脊椎侧弯，你有发现吗？而且弯得很。咱来比冲浪啊！你干不啊？带你干我。哦。OK， let's go。丢不丢呢？我最美。你是壁纸。预告啊！你要不要来看表演啊？非常精彩。好啦，你们去玩你们的啦，我很沉浸在我的游戏当中哎耶。我就算有脊椎侧弯，也很壁纸哦。哇塞，他头发里面竟然藏了一只鱼呢，非常的 fashion， 你们平手哦。来吃饭啊哦，我看见了有卡尾饭，够脏的菜渣，够喷。啊，爸比，你的真正是足歹食，你看我早就坐零食啊。哦，我告你，喂爸，我假装没事，不帮你了。我来看一下吼，这比赛我搞输哈，芭比嘿吼，我头毛是有赢啦，啊我看一下，哦，我赢芭比哦，我赢芭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片。如果喜欢这个恶搞配音的影片呢，请帮我分享出去，并订阅我的 Facebook， 以及我的 IG。谢谢大家，赶快帮我分享吧。